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一趟，就是会有一台中九车支援，它是被移到下一趟，嗯，还是它是刚刚那一趟已经开过去了，对，就是中九的那支援车，应该077吧，077那一趟，因为我记得我有坐过一台中九的077FU 那一台，离峰的话，来回大概几分钟啊？大概多久？去跟回？一百。去差不多大约50吧。尖峰应该差不多一百一左右。一百一。离峰就100。95。那接就是差不多快接近尖峰的时候，差不多100。年轻起来大概到100，就大约差不多95到100一。你们应该是有三台车在跑吧？四台。那第一台回来的是。差不多该休息一下就可以靠，可以跑第五场，就是第五班吧。之后大概差不多四台车在跑，平日啊四台车在跑，假日差不多两台，因为7点才发车啊。去那个职场上班，
们这台车已经要12年了，差不多今年就要淘汰了。我知道。因为大概差不多车子不是10到12年就要换了。嗯。正常是这样。就是看车况。现在目前2205有一台那个888 FS 还在开，就大富康。